今天的艺术已经和传统的艺术完全不同了，甚至可以说很多东西都是非艺术或者是反艺术。可是鲁美这次拿来的这些东西，尽管也强调了当代性，但是总体面貌上还是保留了传统的风格的，它应当是传统与当代的一种结合。这和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院校架上绘画已经不复存在的这种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些画作带过来，和美国的艺术界做一个交流，有益于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